Sky 今天要玩的是连击流武道雄狮的两场排位赛。那这个角色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两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祈祷对面的控场不要太多，不要有这个冰九尾、卡比兽、勾魂眼啊、冰珠这些恶心的东西。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连招必须要好好的给它熟悉一下。这边的话，我们会放上一些这个角色我觉得比较好用的连招方式。首先，它的强化普通攻击是可以减少它所有的技能冷却时间，不包含大招的。但是这个副作用就是它所有的技能冷却时间都非常的长，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水流连打被断掉的话，那么就会非常的尴尬，形成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说，我们在接的时候不一定要把连招打好打满，有时候其实有打出来反而就 OK 了啊，不一定要累积太多。各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前期的话，这个头锤尽量是先用，再接水流连打，再接水流连打强化普通攻击啊，一套接完，这样子的话，接完之后头锤冷却时间又好了，可以这样打一套脱离的方式来跟对手消耗。那如果说是那种可以一套打死的话，就是水流连打，然后中间看能不能再插一个强化普通攻击，多 A 三下，这样子可以确保你的这个水流连打的技能冷却时间是不会中断的。只不过这个玩法的话，就是时间非常吃紧了。如果说你中间出了什么意外啊，吃了一些控场的话，那你就很有可能会打不出来啊，会非常的伤身体。所以说我们尽量是量力而为，量力而为。那除非说如果你有带一些攻速的切物的话，那会比较容易维持这个水流连打的冷却，但是其实还是很难啦，因为对手又不是像这个替身一样只会给你打爽，对手也是会动的嘛，所以说实战的话就不太需要要求这么多了，基本上能打出来就好了。那大招的话，它是以每三下为一个单位在增加它的段数，所以说我们尽量取这个三的倍数啊。如果说你在打的时候有时间秒上面那个数字的话啊，那我们最好是可以取它的这个三的倍数再开大招会比较好一点，也不太需要这么的要求啦。因为说真的，那个大招伤害不差那一点点啊，真的是不怎么高。OK， 那接技的部分就大概讲到这边，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游戏中的内容是怎么样吧。那这个角色的话，我们可以带哑铃，我觉得是必带的，因为虽然说他的这个感觉是很吃攻速，但其实他的普攻不会很痛啊，他痛的还是技能，他的普攻只是用来减少冷却时间，让他可以一直打技能，所以说哑铃是必须要带的。再来就是连打围巾或者是力量头带的差别。啊，因为 连打围巾是有冷却时间的嘛，所以说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吃到这个连打围巾的效果，但是他第一次出去的那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两个道具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带，都可以带。那这两个道具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可以增加它的容错率啊，你技能放空的时候会比较可以利用强化普通攻击赶快把你的技能回回来。再来就是饼干啊，我第二场带的就是饼干，因为他的这个水流连打的回血是看他的最大生命值啊，所以说你用饼干的话，他的回血量会更多，所以说饼干这个道具也是可以的。再来就是弱点保险，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因为这个角色其实一套下来伤害没有很高，他很需要在人堆里面持续的作战啊。像这边因为对面的人都只有一个密尔路莎是有伤害，所以就直接滑进去了，他没有想到被他勾了进塔，亏我还是玩这只啊。那这边是收掉幸福弹升到九等，然后取一个三的倍数开大招。那开大招之前最好是先用水流裂破嘛，因为水流裂破是可以减少对手的防御力的，那他那个互动我们就当作是没有了，基本上主要的效果就是减少对手防御力，所以就是在开大招之前先用水流裂破证明想要开大招的那个目标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角色非常的吃蓝 buff 啊，如果说他有蓝 buff 的话，我觉得整体上会强上不少。那这边我是调皮，想说只有一个幸福弹，但是这边应该是不会死的，因为我有这个位移技能。个人是强烈鄙视用运气玩游戏这种行为啊，强烈的鄙视，竟然用暴击把我杀掉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路的会战。那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打的还可以，但是因为被控场到了，所以说这个水流裂破还没有放出去，我就开掉了大招，然后这边按得太快了，所以说中间普通攻击都没有打到，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技能都卡 CD 就直接死掉了，不然的话其实这一波应该是还有机会把这个快龙带走的，没有关系，我们队友这时候也过来支援的感觉，队友也是挺给力的。
那这一支的话，它目前我觉得没有到很强啦，因为说真的限制有点多。它如果遇到勾魂眼啊，或者是冰九尾，哇，这完全没办法玩游戏的，进场就是被定到死了，然后什么时候做不了就死了，然后大招也连不起来。那就算你带了万灵药，说真的，我觉得效果也很有限的，因为它是要一直连招，一直连招的，它不是那种进去开一个万灵药一下就打完连招了，它是要打蛮久的。虽然说它一套的连招伤害真的很高，但是团战几乎是不可能让你打出来的嘛。所以说这个角色我会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去找别人单挑或者是单机之类的，那还不错。但是打大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普普通通啊，普普通通。像这边我打这个烈咬陆沙啊，大招接了十几段，也是打他跟抓痒没什么两样，也是要靠队友啊。哎呀，这个游戏真的是一个靠队友的游戏啊！如果说没有队友的话，这一波感觉应该是打不出什么东西啊。不过我们队友非常给力啊，我们直接爆掉了对面塔，只不过感觉开的大招有点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调皮一下。我们这时候如果退到裂空座那里的话，就变成说对面的裂空座这边打团，我们是很有可能会输的嘛。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对面野区逛一下，看能不能在这边浪费一下对手大招，不要让这些有大招的人跑进去我队友里面杀人啊。OK， 这边的话是变出了烈咬陆沙跟吸魂蛋大招啊，然后高歌离席。哦，然后这个太阳伊布的反应其实还可以，竟然是躲掉了烈咬陆沙的这个技能啊。虽然说他如果先用龙之俯冲再接逃脱的话，应该是命中率比较高，但是没有关系啊，感觉刚刚的距离应该是不够的。OK， 这边我们队友是吃到龙，那这时候就过来点这个甲贺龙蛙。OK， 这边是收掉了他，那这场的话应该就可以这样结束了啊！没有想到又被这个呆呆兽吸了一下我的大脑啊，觉得有点头痛。那这边的话，这快龙的破坏光线，我们尽量躲一下，然后持续打这两个肉包啊，看能不能把他们收掉，可以让我投掉这个30分啊。那只不过这个角色虽然说他是可以无视护盾，但是他并没有无视防御啊，所以说他打坦克的伤害，老实说我觉得也不怎么高啊。跟什么班吉亚斯、玛丽露丽比起来啊，他打坦克真的是不给力啊。那这边的话，我们用这个幸福弹当压力测试机，看一下这个大招连到21段之后伤害是怎么样哦。看来是15等的大招连个幸福弹都锤不死了，然后他血还越回越多啊。这个大招真的是做坏了，各种意义上做坏。基本上它只是一个可以让你减少冷却时间用的东西而已啊。那第一场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啊。感觉队友也是蛮强的、啊。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是其中一边的4个人都超过10万了、啊。那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辅助班吉亚斯打68000啊，其他超过10万啊，非常的给力啊，各位队友啊，这样非常难得。那第二场的话，我们是连到这个外国服啊，因为是深夜打的，所以对面的人跟队友全部都是阿多啊。那我们就让这些阿多啊看一下我们的中国古拳法啊，螳螂拳，点一下这两个小宝宝啊，把他们野怪抢走。只不过这个火兔子一踢我的话，也是有点烦了、啊。不要再过去这边调皮了啊！因为他这些前期的这个睡颜，那说真的只能靠晒啊。这边就是靠晒成功，又抢到了一只野怪。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这个白蓬蓬的学习装置啊。那我这样子很有可能上到5等。那这样子第一波团的话是绝对会赢的，因为我们的打野的时候也靠上了嘛。那这边我们就叫这个辣椒人给我滚蛋啊，让我吃一下这个野怪。还是非常的识相啊，看起来这个聘真是国际的语言呐、啊。OK， 这边的话我们看下对面的人啊，是躲在上面草丛。我们先用这个水莲打，然后看一下情况啊。对面竟然还敢顺出来啊，是什么东西啊？刚刚是想说试探一下，看对面打野有没有过来，不要一波打到底啊。没有想到对面的打野没有来，那这边我们就扁这个兔子啊。如果说你可以一套带走对面的话，你的这个水流连打的中间尽量是多接几个普通攻击啊，因为你可以等对面脱离了你的普通攻击范围之后，你再接水流连打，这样子的话效益会比较高一点，比较不会放完一套技能打不死人，然后陷入要用双腿追人的一个尴尬的处境啊。那这边我们就是不断投分，然后这个弱点保险开始帮我叠，那我也就是直接帮他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时候再潇洒离开啊，离开之前不忘拉个屎投个球啊，这样子就可以走了。这时候对面塔只剩下3分，我们等一下刷完野怪再去把他的塔给拔了就 OK 了。OK， 这边直接过来投分。那你最好不要守我啊，我跟你讲，你就滚远一点啊，知道就好。
那这边我们已经爆了塔，就去看一下对面野区，因为这时候对面通常还在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鸟的血量这么的少啊，没有关系，我们就去抢这个土偶，因为他如果吃到土偶会上到五等，会非常麻烦。那这边他应该是去吃上面野怪，所以他暂时是不会下来，我们就继续霸凌他的这个队友啊。这边这个火兔子是反自己家野区啊，他感觉是觉得打野很烂，没有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烂的、啊。这边的话是直接在七分钟的时候，在对面主堡杀了对面打野跟另外一个人啊，也是非常的不讲道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逛一逛，逛去下路啊，因为感觉我们的下路的队友也是有点惨啊，下塔也爆了啊。他们是二打二的情况下被爆塔，打野都是没有过去的嘛，所以说单纯就是一个实力上的差距，没有关系。啊，这边这个阿鬼的技能全空了，我们就先杀他，因为他的等级是最高的嘛。那这边的话是直接开了一个恼羞大招，因为我这一场是没有带这个气势头带，所以说血量是所见即所得啊。有时候这个大招最好是不要硬是憋那个段数，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可能连开都还开不出来就死，或是开到一半就死了，所以说最好是半血左右。如果说能开的话就开会比较好，或者是你很有自信的话你可以不要开，但是我建议各位根据我惨痛的经验，最好是三分之一血啦，可能就要开大招了，尤其是你的段数越多连的越久，那大招最好是早一点开会比较好，不一定要连到二十几段啊，真的不用啊，能开就开啊。这边的话我也是持续在刷对面的野区，把对面野区让自己家在逛，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口的小朋友可以让我殴打一下 ，OK， 这边看到这个阿鬼进化，那他的技能应该是刚教完哈，刚教完，然后我们就把他揍扁了。他应该是舍不得开他的宝贵的大招，所以说这边是一套就把他带走了。然后我们队友是直接就让对面吃掉这个冰马桶，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的人应该是比对面少的，所以说这波有点危险。然后这个魔强让我开了大招在那边跳，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开下大招免控啊，不然的话会觉得有点麻烦的。那这边的话是收掉对面的人，然后过来投球啊，非常的愉快。只不过我们队友上面是有这个橘子树树妖和白鹏鹏在上面逛街，不知道在干什么东西啊，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刷对面野区，尽量的把蓝 buff 都拿到手啊，因为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吃蓝啊，蓝 buff 可以拯救你很多这个接技接不好的时候啊，一些尴尬时刻都可以被救起来的。啊，这边收掉这个鸟，但是它的攻速有点快，我九颗球应该是投不进去，所以就选择逃跑。这个看到它交替鸟直接上去扁它，但是这个小兔崽子竟然是给我带了逃脱啊！他带逃脱也不会先跟我讲一下啊，就这样子就逃走了啊，害我挥了一个寂寞还死掉啊！不过队友也是非常的争气啊，直接就是四打三，然后被打了一个爆炸性的团灭啊，非常的离谱。前面对面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他们野区都被我刷光光了，然后我们的队友还可以打出团战掉电柱啊！这个老外的伺服器就是这样啊，就是非常的可爱，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说真的，我觉得跟阿多啊比起来，我们台湾的伺服器的玩家水准是比较高的、啊。虽然说大家很常在那边吵来吵去，说什么啊队友都是低能儿，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多打几场深夜服的外国场，你就不会觉得台湾的玩家很废啊。我觉得外国玩家比台湾烂的多的是啊。啊，不过这也体现了一个问题啊，应该是因为国外比较有一些新玩家在开始加入这个游戏，但台湾啊，说真的都是那几个叔叔阿伯在玩来玩去的，所以说可能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啊。那这边的话是被这个阿鬼戏耍老半天，然后被对面围殴致死，但是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们忍蛙竟然是把大招在2分50秒开掉，然后只收了一颗头啊，然后死得非常的丑陋，所以说这边我直接想说过来吃这个蓝 buff 啊。啊，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忍蛙什么不强就尾刀最强啊，这边直接点投降，不想讲第二句话啦。那点了一个影分身啊，在这边逛来逛去的 ，OK， 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个忍蛙到底是想要干什么，走到这么前面，后面都没队友啊。然后开了一个分身去探草丛，那他这波绝对百分之百死掉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一场游戏已经有点危险了、啊，因为我们的队友只剩下白鹏鹏跟我有大招、啊，然后这个沙奈朵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再看一次啊，这个沙奈朵是从上面交了逃脱下来，然后直接走到了耿鬼的脸上，然后吃了一套技能。这边我这个大招是想要开起来救他，但是他蒸发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啊，不然的话这大招完全是不应该要这么开的，应该是多打一些连段再开的。但是
哎呀，真的是不知道在玩什么。然后这个龙死掉的速度超过我的想象，一下就掉龙了。那这样子这一场的话，应该是爆炸了啊！前面打成这样，然后后面这个看队友的表现啊，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搞笑，非常搞笑。然后这边的耿鬼，哇，你这个大招这样都没中啊，受不了！这边我们看能不能打赢这个阿鬼，但是他身上有一层薄薄的小护盾，导致他的伤害非常高啊。这边的话是差一点点啊。差一套技能才能把它收掉，就被它丢死了。然后我们的沙奈朵是帮我捡骨啊，非常的棒啊！我们这边可以投降了吧？你都已经杀到耿鬼了，你应该心满意足了吧？不要再浪费我宝贵的时间了，好吗？啊，但是队友就是觉得会赢啊，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不投降。那我们看一下他们精彩的操作啊，看一下温泉指挥官。OK， 这边的话他们是三个人打一只魔强人偶，然后魔强人偶开启大招啊，直接一打三，三个人直接瞬间爆炸。那这个伤害朵也是难逃一死啊，剩下一个橘色速销，橘色速销还能射吗？看起来是射不出去了。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啊尽我们所能的打吧，因为反正这场游戏就输定了。输之前至少也要宣扬一下我们这个啊少林寺的螳螂拳，对不对？让阿多尔看一下我们 Chinese 功夫的厉害啊，不是台湾功夫的厉害。OK。这边好像是敲死这个烈剑鹰，然后继续揍这个沙奈朵啊。这边血量很残啊，反正这个大招开不开都得死啊。这边我们是站着死去了。哎，这个游戏果然是抽队友的游戏啊！就算前面打得跟鬼神一样，队友都是这种货色，要怎么赢 ？How to win 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放宽心玩就好了，不用太在意这个输赢啊，各位。那今天的武道雄狮连击流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是恶马，我们下部影片见，再见啦。